王祖贤出演电影《倩女幽魂》，聂小倩一角神职人心。虽然形影多年，有年过五十，但当年在他身上的空灵气息可从未减少。王祖贤每逢佳节皆会透过粉丝晒出近照。昨天五号中秋前夕，写下中秋节快乐啊，又是吃月饼的时候啦。放上侧脸放空照，眼睛直盯镜头放电。另一张与爱犬合照，穿着迷你短裙搭配帽T，还被捕捉到眯眼张嘴照，模样相当逗趣。